请说出戏里的三个艺人。动艺人李白、李荣浩。李白、李白、李白。哎，不是。这一回合要玩的是，请说出该姓氏的艺人。来，请抽。给我，好，这一张。我说够，你不要连续讲三个，中间停顿就 out 哦。请说出姓杨的三个艺人。告别杨子乔、杨凡。杨出去。杨。哇，这个太难了吧，我完蛋了。不行，解包。解包。那边你就不行。解包。来。哎，查查。我知道你放不下我们，对不对？你送个杨洋就过来了。太难了吧！好难哦！给我看好，给我。好难了。请说出姓张的三个艺人。Go！张立东、张立安、张立。太张学友。好，请说出姓李的三个艺人。动艺人李白、李荣浩。李白、李白、白。哎，不是。不是。不这个好，请说出姓王的三个艺人。Go！王刚、王刚虎、王静。过关了！哇！我等你进来。我过了！哎，妹妹，你过关了，来，赶快来，现在。Good job！来，甲方，坐，来。我要吃饭了，好开心哦！就第一张，这一张吗？好，请说出姓林的三个艺人。Go！林宥嘉、林志炫、林。林什么？林志。林。请到外面。哎，你慢慢吃啊。哎。上诉，哎，上诉哦，哎，上诉一下。李白有一个歌手叫李白，但李白一个香港歌手，但你应该不是讲他吧？对，你不是讲他，你是讲诗，我不是讲他，他有发行过一首歌叫《爱龙海》，你唱，《爱龙海》，你是一个少年家，我老担心，你老在龙头山。好多台语专辑。